is a particularly important site because it takes us back nearly 1,000 years before what was thought of as the first civilization of China. And Liangzhu is definitely another big push. So it is time to move on and think of civilizations in different terms. 相比于喧闹的现场，此时的良渚遗址考古工作站却安静的如同一座写满历史的丰碑。良渚的考古人在那一刻无不自豪于参与了实证中华文明5000年的壮举，并感怀80多年来一代代考古人从未放弃的初心和使命。 1928年1月28日，日本海军第1潜外舰队突袭上海，之后将兵力增加到90000，军舰80艘，飞机300架。由此，128事变爆发。一个月内，中国军队奋起抵抗，但由于兵力、装备等差距，战场后退近100公里。自此， 所有中国人都意识到，从九一八事变到1928事变，日本侵华的脚步无限逼近了。
乐意游玩的地方。我祖父就从小出生在那出来，原来就是在这个位置。是中国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的最早发现地，出土器物以黑陶闻名。正因为龙山黑陶的发现，让中国学者对当时盛行的中国文化西来说提出质疑，认为龙山黑陶与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发现的仰韶彩陶分属东西两个文化系统，各有渊源。程子牙发现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为我们中国文化找到了另一个端绪，哎，又找到了另一个来源。良渚与山东程子牙遗址一样，都位于中国东部，而且都是黑陶与石器在同一地层中相伴出土。在研读了程子牙考古报告其后，诗心更茅塞顿开，这二者会不会有联系呢？发展的时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他这样的发现，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跟程子牙的发现，还有跟仰韶的发现可以相媲美的。然而，正当良渚报告准备复印出版时，侵华日军的炮声隆隆而至。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不久上海沦陷，杭州失守，出版事宜被迫中断。
施心庚只好带着手稿和发掘材料，随西湖博物馆南迁至浙江瑞安。良渚当地有一种竹，哪怕岩石间只有一点缝隙，它都能穿岩而出，崩塌岩层长成巨竹。所谓笋穿岩隙，终成巨竹。抗日战争期间，浙江人如同巨竹一般坚韧和勤奋，使施心庚和同事们在杭州失守后仍矢志不渝。馆长董玉茂多方奔走筹措资金，施心庚在瑞安一边参加抗日，一边重新整理报告。终于在1938年秋天，良渚报告在上海印刷完成。在抗战的烽火中，施心庚写下了报告的卷首语：“谨以此书纪念我的故乡。”这本报告是随着作者同样的命运，经过了许多患难困苦的历程，终于出版了。遥想这书的诞生地良渚，已为敌人的狂焰所毁灭，大好河山为敌旗践踏而黯然变色。然而中国绝对不是其他民族可以征服的，历史明明告诉我们，正因为有渊源悠久、博大坚强的文化，所以我们生存在这艰巨伟大的时代，更要以最大的努力来保存我国固有的文化，不使毁损毫厘，才可使每一个人都有了一个坚定不拔的信心。遗憾的是，报告刚刚出版，施心庚于1939年五月在瑞安因病去世，年仅28岁。他再次到良渚发掘的期望和那未完成的梦想，只能留待后人去实现了。无论战争、离乱还是贫困，都无法阻断已经开始的事业。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文化的考古寻根接续开展。上世纪50年代，黄河流域的一系列考古发掘成果证实了中国文化本土起源，不仅推翻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甚至很多学者认为thank you.
1973年，在良渚东北160公里外的苏州东郊草鞋山，考古人员在一组墓葬中发现了一批良渚时期的古陶器。令人喜出望外的是，和这些陶器同时出土的还有玉器。这是良渚玉器第一次成组出现在正式的考古发掘中，尤其是之前一直被误认为周汉古玉的玉琮，竟然与良渚陶器同出一物。有关良渚文化的谜团居然从良渚外围被掀开了面纱。在这个里头呢，发现的玉璧有两件，玉琮有四件。那么既然璧跟琮跟这个良渚文化的陶器它是一块共存的，那就说明它是同时代的东西。将良渚、平遥、安溪一带却波澜不惊，一直没有重大发现。有人甚至怀疑良渚文化的核心区本来就不在良渚。对此汪明达心有不甘。良渚是哪里？具体在哪里？1981年的年底到1982年的年初，我带了8位年轻人一路走，一路找。原来苏庆根先生是13个地点，那我们81年到82年的这次调查，又新发现了20多处地点，所以加起来接近50处地点了。王明达和同事在良渚周围约3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耐心寻找了2年。他从施新庚的报告中不断汲取信心。就在王明达调查良渚遗址的同时，1981年，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总结全国各地已经发现的上千处史前遗址发表文章。他将中国人口密集区的古代文化分为6大区系，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山东为重心的东方，以关中晋南豫西为重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重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重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6大区系的史前文化在大约10000年前就呈现出各自独有的特点，各有渊源，自成谱系。这一理论打破了传统的中原中心论和黄河中心说，并确立了中国史前文化发展演进大致的时空框架。苏秉琦区系类型论的发表给了王明达更大的信心。他曾在70年代后期参与发掘了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和杭州余杭吴家埠遗址。尤其是吴家埠遗址的发掘，已经可以清晰地触摸到与河姆渡文化几乎同时的距今7000年的马家浜文化，到大约距今6000年的松泽文化，再到良渚文化的发展脉络。那时引入中国不久的碳十四测量技术显示，良渚文化的存续时间为距今5300年至4300年，长达1000年。王密达几乎可以肯定，在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的史前文化一定非比寻常。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的原有的路，就是从杭州进京的所谓官道，原来是条很窄的小路。80多年前吧，施兴根先生就是做这里的调查和考古发掘，1986年3月，王密达忽然接到报告，一家工厂要在平遥镇的反山上取土。这些土山土质均匀，没有乱石，很适合做建筑材料。但考古人员早就发现，江苏、上海的良渚高等级墓葬几乎都建在人工堆筑的高台上，而反山正是一座大型高台。如果是人工堆筑的，就必有玄机。当时来看了之后呢，就判断是个缩土堆。缩土堆的概念就是土质金字塔。84年的时候，苏秉琦先生把这种人工堆建了一个土包子一样的，上面埋藏良渚墓葬，称之为土质金字塔。我们江南太湖流域不是山就是墩，能够埋藏在这些土筑金字塔上面的，我的看法都是大大小小的。我一个技工叫陈运南，他突然之间从1米1的地方爬下来，手里拖了一块土，土里上头有红的还有白的点，红的白的，其实就是现在就是嵌玉漆碑，硬的绝对是玉器。良渚文化的命名地终于也出土了成组玉器，而且不出则已，溢出惊人。尽管江南阴雨潮湿，墓中尸骨腐朽难存，但陪葬的玉器却保存完好。考古所兴奋之余，立刻增加人手。其中一位名叫刘斌的年轻人刚满25岁，和施兴庚在良渚考古时恰好同岁。
光东西开始露头清的话，好像是清了三天时间，就是你都不停点儿在那清。整个反山高约四米，东西长90米，南北宽30米，共发现11座贵族墓，他们按南北分列两排。王立达安排刘斌清理的是南排居中的12号墓。令人震惊，这座墓是所有良渚墓葬中随葬最为丰富、等级最高的墓，共出土器物1200多件，其中玉器就有1100多件。这一天，一件最具标志性的大型玉器被小心翼翼地提取出来。反正这个12号墓这个玉琮王，那么当拿出来的时候，搬不动，还这么重，啊，才知道这个很重，13斤重。在此前出土的良渚玉器中，玉琮并不少见，但如此体量、如此精美的玉琮，还是首次发现。玉琮四周刻画着半人半兽、栩栩如生的原始神徽，令考古人员啧啧称奇，被誉为玉琮王。原来对于5000年前这个人到底什么样的完全没有概念，对不对？你都是兽面啊，都是什么，你突然说发现一个人的样子，是吧？胳膊手啊都很好，只不过脸不太一样啊，脸像戴了个面具，哎，你突然觉得见到良渚人了，这个感觉。接着刘斌又从12号墓中提取出一件大型玉钺，玉钺的刃角同样刻有完整的神徽，细致入微，毫发毕现，被称为玉钺王。玉琮和玉钺王同出一墓，在已出土的良渚墓葬中独一无二，而且神人兽面如同族徽一样出现于多件玉器之上。那么这座墓的墓主人会是谁呢？考古人员不由得被震惊了。周礼中说苍壁立天，黄琮立地，可见玉璧玉琮都是祭祀用的礼器，用以沟通天地，而拥有它们的人必定掌握着祭祀大权。通身的使者是巫，这巫者应该是他那个群体里头的德者、智者，他只有这样的身份，他才能够把身的意志替天说话，让大众信服。而钺形似斧，石斧是古人类最常见的兵器，随后逐渐演化为军权的象征，变成首领手中的权杖。有学者认为甲骨文中的王字正是斧钺的象形，而玉琮与玉钺上的神徽表明他们分别作为弑神之器和王者之器的作用。也就是说，反山12号墓的墓主人既是专门的大巫师，也是掌握军权的大首领，他的身份甚至超越了之前发现的所有良渚贵族墓葬的主人，是集权力、财富和通神的威力于一身，一呼百应的良渚部族最高首领。考古人员由此确信，反山墓群应该就是良渚鼎盛时期的王陵所在。而且学者们发现江浙沪地区出土的所有良渚高等级玉器，其纹饰表现的都是玉琮王上的神徽。学者们由此推断，良渚部族已经有了统一的精神信仰。良渚文化的核心区也因此回到了诗心庚最早关注的区域。
如今的刘斌已经不再年轻，他现在是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但他职业生涯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度过的。自从1985年吉林大学考古学专业毕业后，刘斌在浙江从事考古发掘研究已30多年。对于良渚考古人来说，发现并尽可能地复原一个完整的良渚社会是他们毕生的信念。当年当刘斌捧起反山玉琮王时，就曾想象这位至尊王者生前出入的殿堂会是怎样呢？在反山墓地发现6年后的1992年，在离墓地仅有几百米的莫角山，考古人员果然发现了一处数万平方米的大型堆土基址，清理出多排大型柱坑。莫角山呢，它是沿着当年这样一个斜坡的地来堆的，所以它东头的人工堆的高度呢有12米高，西头呢也就有两三米。那么上面的这个大莫角山呢就再加高了4米，大概是。考古学家苏秉琦在发表了古代文化区系类型论之后，又提出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也就是说中国六大区系的古代文化发展虽有先后快慢，但在距今5-6千年前后，文明的火花犹如满天星斗在各地闪现。就在此时，各地区的史前文化开始频繁交汇，它们犹如满天星斗，争奇斗艳，承前启后，斗转星移，共同缔造出水乳交融、多元一体的早期中华文明。那苏先生讲叫个性发展为主，频繁交汇。就相互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个就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最早的中国，就是认同的中国。5500年前后的那一段，张光直先生呢，把它叫做中国相互作用圈，因为他认为我们后来的中国就是在这个文化圈的基础上形成的。良渚文化可以说是中国相互作用圈第一个灿烂的结晶。5000多年前，在中国的史前文化经历了大转折之后，分布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究竟会是一颗怎样的文化结晶呢？
站在墨角山顶，这里既是天地之中，也是至高之处。刘斌仿佛能感觉到当年梁祝之王站在这里时的豪迈。很长时间以来，国际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文字、金属、城池三要素作为文明判断标准的传统理论。如果按照这一标准，中国文明的源头最早只能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商代。难道我们中国人口口相传的上下5000年文明史真的不存在吗？进行调查钻探时，忽然发现了一段特殊的遗迹，一条南北走向的河堤，里面散落着不少梁祝时期的陶片。我就想看一下这个河岸到底是人工堆的呢，还是自然的这样一个河岸。那么当切进去之后呢，在3米多高的这个深的地方，那么发现底下有一层石头。那我在想这个东西呢，会不会是梁主任修的大堤呢？那么如果是梁主任修大堤，那是不是一个大工程？为了证实这一推断，刘斌扩大了钻探范围，发现河堤在墨角山以北向东延伸，与现在的条溪平行。可如果持续往东，又会被墨角山东北方向的智山挡住去路，这怎么会是河堤呢？于是刘斌想到另一种可能，假如河堤从智山往南拐，不就把墨角山围起来了吗？那么这河堤难道原本就不是河堤，而是像中国历代城池一样，是以墨角山宫殿区为中心堆筑的城墙？那么一直到10月份才找到东城墙。东面找到了，我立马就跟他讲南墙在哪儿，这是很清楚的，因为东城墙跟西城墙那个拉条线嘛，那个是很清楚。果不其然，考古人员很快把四面城墙都勘测了出来，东西南北完全闭合。通过解剖测年，证明他们是梁主人在同一时期用同一种方法修筑的。都是铺石头地基，然后上面用黄土来堆。11月29号宣布梁祝古城，发现梁祝古城啊，3平方公里，啊，3平方公里呢，这个4个。
以水系实现内外交通，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独树一帜。2009年，有人在平遥镇彭公村挖山取土，发现了大片青淤泥。刘斌和同事闻讯赶来，发现这里有一串比肩接踵的小山包，山顶几乎被推平。接下来的踏勘表明，在梁祝古城西北10多公里处，由西向东还堆筑有6条土坝，每3条一组，各自封堵一个山谷，看似在形成数个水库。更神奇的是，201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时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的王宁远，看到一张上世纪60年代拍摄于梁祝上空的美国卫星图片，放大后，两山之间显露出一条直线，又像出现了人工堤坝。王宁远立刻带人前往勘察。你这已经到深处了吗？这个哈，你这边是石头山嘛，这个确定的嘛。所以当时梁祝人会省力一点，他就沿着这个山边这样过来。果然，这不仅是一座堤坝，附近还另有3条短坝，也就是说，总共11条水坝串联起自然山体，最终与古城北部的唐山大堤相连，构成一个高低两级、蓄水量相当于3个西湖的水利系统。它们拦洪蓄水，引流成河，不仅护卫着梁祝古城，也与古城周集相通，交相辉映。这个是很厉害的一种规划，它控制范围有100平方公里。那么，这种体量、这种年代哈、这种复杂的一个水利体系，在当时世界上是没有的。2019年7月6日的世界遗产大会引人注目，这一天的梁祝更引人注目。包括水利系统在内的梁祝古城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评语中说，梁祝古城遗址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并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那圣经专家还有的，那我们提供了一种中国模式，中国没有金属，没有文字，也能证明它是已经是国家了，而且这个国家比你还不弱。长江三角洲这个面积是尼罗河三角洲的1倍这么大，它的统治范围要比古埃及要大呀，给这个判断文明提供了一种新的标准，然后呢，这是一种东方的模式。再次登上莫角山顶，环顾四望，刘斌寄希望与建立不世伟业的梁祝王心意相通，又产生一种新的期待。
随着良渚文化遗址的不断发现，以良渚古城为中心，更加深入和全面地进行良渚古国研究，已成为良渚考古人新一阶段的工作任务。刘斌唯一感到释然的是，数十年来，包括他在内的几代考古人，一直践行着施心庚当年朴素却伟大的遗志。我们上古的祖先，坚韧地开辟了这广漠的土地，创下了彪炳千秋的文化。我们今日追溯过去，应当如何兢兢业业地延续我们民族的生命与光荣的文化呢？刘斌确信，考古队的同仁们也同样在这条奋斗的路上风雨兼程。